我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大家，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对于自己的国家都很尽忠，对不对？这是对的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大家看看能不能答。我的曾祖父鲁德杰来自于福建泉州范阳，中国就是我的根。我曾祖父最早的祖父在河北范阳，然后到福建范阳，然后我们这个祖父，我的祖父就到了台湾。那我祖父是卢昌，我父亲是卢尔顺，我是卢胜燕。那我的根应该是在中国大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出生在台湾，我在台湾读幼稚园、小学，一直到了大学，到38岁我离开台湾，38岁离开台湾到了美国，现在是美国公民。我在美国住了现在80岁 80减38 42，我在美国已经待了42年。我现在有三个国家，根在中国，成长啊，这个幼年、童年、少年、青年都在台湾。在美国，美国公民42年，住美国42年。我问大家，哪一个是我的祖国？我现在，我告诉你了，人要对自己的国家要尽忠，对不对？在美国你宣誓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举手起来宣誓？虽然还衰了，衰了是现实了。将来一定要尽忠美国。你发过誓，作为美国公民，也是台湾，我还有台湾的护照。我的根是从中国，我现在问大家，我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人？龙的传人。这三个地方都会起变化的。一个是中国，一个是台湾，一个是美国。你说你爱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爱国，你要爱哪一个国？想想看，没有答案了，根本就没有答案。
我以前是军校毕业的，以前是唱军歌，枪在我们的肩膀，血在我们的胸膛，怒潮澎湃，荡气回舞，这是革命的广播。唱军歌，每天早上，军校毕业，我最后当到，我是 Major， 也是 Soldier， Major 是少校吧？啊 ，Major， 我是 Major 少校。好，那军人一定要爱国。你说，中国是我的根，我祖父鲁德杰从福建范阳到澎湖到台湾，我在台湾出生，现在我是美国公民。彼此都是三个地方会起化学作用的，一个美国，一个中国，一个台湾，生长在台湾，根在中国，现在你是美国公民，不，我现在啊，统统爱，统统爱，什么事都不要做。说实不实啊？你到底实在哪里啊？哪个都不对，全部忘掉，就是不二法门。你不要去想这个问题啊。你守住你自己本身啊，现在是修行人的本分。你守住你自己修行人的本分，哪个国家需要帮助你就去帮助哪个国家。你是修行人，守住你自己的本分。我对哪一个人都帮忙，修行人是对哪一个国家都帮忙。对哪一个人都帮忙。我昨天讲的，谁是正谁是邪啊？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啊？你能够分出来吗？中国、台湾、美国，哪个正哪个邪啊？你没有办法分呢。哪一个你是应该爱的？其实你全部都要爱。我认为啊，我也爱中国，我也爱台湾，我也爱美国。三个都要爱。因为你根在中国，成长在台湾，你现在又是美国公民，我三个都要爱，三个都对我有恩了。